旅行者，正好，我这里有一份来自你朋友的口信。口信，好难得啊，会是谁呢？心爱的臣子，愿你察觉到纺织出命运的银线正将你缠绕。大患梦三，三罗万象之眼将注视你。抱歉，很少有这么难念的东西，我读得不太顺，两位确定想听下去吗？一听就是菲切尔的留言，怎么办？将注视你迈入位于幽夜净土的无上王城，速来觐见，以祝圣之名向我宣誓，与我同往世界之敌。总之，菲谢尔小姐留下这条口信，让二位到教堂前的广场去。等你们有空的时候，去那里找她吧。她说她会一直等你们。口信内容那么抽象，要求却这么具体，真服了她。菲谢尔让我们去教堂前的广场，那还是不要让她等太久了，我们赶快去看看吧。而且莫娜也在呢。来了吗？本皇女最忠诚的护从。刚刚还说别人是家臣，现在又说人家是护从。哎呀，小姐心情好的时候，措辞难免有些夸张，还请见谅。菲谢尔，你找我们对吧？居然自己先聊得热火朝天的，快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人这么开心。永夜的絮语将汝召回本皇女身侧，很好很好，此即祝圣之恩典，至夜之赐福，此等欢愉当与卿悠然同享。旅行者派蒙，好久不见，在此向二位献上小姐与我诚挚的问候。我是很想好好打招呼啦，但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接话。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说，嗨，旅行者，最近怎么样？哼，他与本皇女犹如浩瀚天穹中的半生双星，本次会面昭示着何种命运，汝不是最清楚吗？正是，每集司徒四卿，还请不要说出如此缺乏想象力的发言。梅吉斯图斯卿归附幽夜净土已久，早已成为本皇女麾下首屈一指的宫廷大法师。他只是在叫我的姓氏而已，别介意，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今天是菲谢尔托凯瑟琳传话给你，让你到这里来的，对吧？嗯哼，不愧是大法师，这一切也浮现在汝的占卜中了吗？卿果真是危险的女人。
这种事还需要算吗？是你自己说已经给凯瑟琳留了言的。失态了。总之，我也是被他捶着门板叫出家门的。接下去，不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太惊讶哦。小意思，我们见过世面，不会怕你们的啦。诸位家仆，背负着黑暗宿命的我之故乡幽夜净土，现已重临世间。众卿与我并立，一同守候吾等王朝那祝圣的荣光吧。等一下，我不理解。如此伟大又隐秘的天启，只有我之御史有幸得知。幽夜净土正在蒙德附近。哦，不不，怎么会这样呢？我知道听起来很离奇，但这次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我能作证。事实上，菲希尔他……麦基斯图斯卿。好吧好吧，真是的，为什么本天才占星术士也要被迫参加过家家游戏啊？其实，皇女殿下昨天在城外偶遇了火花骑士可莉，皇女与可莉小姐互闻大名已久，当即聊了起来。当时天色已晚，皇女殿下本着关怀与慈爱的原则，亲自陪可莉小姐一同返回蒙德城。途中，皇女殿下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可莉，善良的小骑士悲伤于故国覆灭的故事，含着泪花问道：哦哦，那个名叫幽夜净土的地方是真的灭亡了吗？不会再长出来吗？凡人呐，汝的真诚与悲悯之心打动了本皇女，不妨告诉汝，幽夜净土是不灭的，终有一日重现人间。真的吗？那要怎么才能让你的故乡长出来呢？告诉可莉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既然汝诚心诚意的叩问，赐予我静谧之乐土，赐予我无双之青木，赐予我时间与风，令世界苏生。复述故事就不要演了吧，说重点。简单的说，可莉送出了一座岛作为复现幽夜净土的伟大圣土。原本我也不信，直到看见这封信。诸位，这正是上天赐予小姐的绝佳机会，旅行者阁下作为重要的家臣，理应一起见证伟大的时刻。这座海岛，我怎么好像有印象？旅行者，还愣着做什么？幽夜的王座正在呼唤，集结在本皇女麾下，成为锋刃，执于我手，斩断一切，见证一切吧。他应该只是想邀请你们一起去那座岛而已。话说回来，我总有种感觉，最好不要算有关那座岛的事。哎，为什么呀？既然跟可莉有关，就有可能跟她妈妈有关，那就是跟老太婆有关。啊，我才不要！万般全能的你，走遍远山大川，读得出星屑坠落掌心的轨迹，见证过雨水汇入命运的浮现，这样的你，去为小姐找出前往命运之圣土的航路吧。原来只是不认识路啊。哼，既然你有求于我们，那我也告诉你，我们正是火花骑士可莉的好伙伴，命运的引路人。你怎么不演啊？于此登场，见证者，引路人，幻梦的编织者，旅行者。啊！宗上，旅行者，你说你有门路，那这次前往小岛，不是，前往圣土的路就交给你安排了。行行行，
梅吉斯图斯卿要回去收拾行李加补眠了。诸位大人、殿下、阁下，我们明天9点在城门口集合吧。哦，就这么办吧。自如无人侵扰的深眠，梅吉斯图斯卿，还有你，旅行者。小姐的意思是，各位晚安，明天见。哎，真是够了，晚安。我累死了，我累死了！为什么你们都有正常的角色，我却要演皇宫里的包时挂钟啊？不咕不咕，幽夜净土时间12点整。既然是要去不可思议的海岛，肯定得找一些一看就有奇思妙想的人帮忙，对吧？说到奇思妙想，这整座蒙德城里除了凯亚，就属那家伙鬼点子最多。这个时间点，那家伙一定在酒馆里，我们立刻出发抓他来帮忙。到了，我看看卖唱的。哎，喂，那两个家伙怎么会在蒙德啊？哎呀呀，真的来了，快请坐，加入我们愉快的闲聊。哦，旅行者派蒙，刚说到你们两个，本人立刻到场了，真是巧啊。此谓之无巧不成书。万叶、星夜，你们两个怎么到蒙德酒馆来了，而且还跟卖唱的坐在同一桌？卖唱的真是个有意思的外号，看来小哥你是声名在外，唱歌很有一套。可惜不是摇滚，不然就能跟星燕一起表演了。没想到几位全都互相认识，我的新朋友是老朋友的他乡之友。嗯，这太棒了，机会难得，干脆大家成立一个兴趣小组吧，就叫自由情诗社什么的。对啊，这次我想外出采风，寻找新的作曲灵感，万叶也想外出走走，就一起过来了。上个月北斗姐办了场大型饮酒会，起名叫英杰痛饮锦标赛，我帮着奏乐，就是那一次认识了万叶。心燕看似不羁，对音乐的理解却极为细心独到，我们俩怎么都能算是音乐之音了。可不是嘛，万叶能用树叶当乐器，在我朋友里也是首屈一指的高手了。我们从璃月出发，穿过石门一直往前，就进入蒙德境内了。沿途还看到了一片漂亮的庄园，真不错。哦，说起来，那座庄园也是我们朋友名下的资产呢。真的？你们朋友可真多，住在那样的地方，你周围朋友一定很热爱生活吧？应该是吧。人会与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可见旅行者和派蒙也与那位朋友一样，有良好的品味。哇，你真会说话，
不像这家伙老是吐槽我。对，你们知道据说规模很大，足以横跨提瓦特七国的那个红色巡回吗？哎呀，雷声大雨点小，反正就是个音乐盛典，主办还坑过我。虽然上次放了我鸽子，但听说他们还在活动。我是很想再见见那位负责人，可没想到盛典又没了下文。该不会他们又把事情搅黄了吧？音乐全靠灵感，说不定他们是因为没有灵感才终止了演出。不过嘛，你们的路也没有白走，这一走就走到了我这里。走入了音乐殿堂。音乐殿堂里可不只有好听的旋律，还得有精妙的故事，这样才能被吟游诗人认可，对不对？当然当然，你太懂吟游诗人了。作为报答，我愿意为你讲一个故事。小哥，你说话真逗，吟游诗人都这样吗？我在别处旅行时也遇到过其他吟游诗人，但没有一位像你一样风趣幽默。想必我们之间有想象力上的差距，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给各位助助兴。传说大海中央有一座绿宝石般的岛屿，嘟嘟大魔王带着他的臣民幸福快乐地生活在那里。每一个嘟嘟可出生后都会跃入水中，有些游泳，有些则被浪冲走，来到蒙德，成为小孩子的好朋友。嘟嘟可在蒙德交到了新朋友，火花小骑士。然而大魔王不同意，要求小骑士前往岛上证明自己。于是，小骑士带上他最重要的伙伴，穿过风浪抵达海的中央。但魔王不在那里，魔王撒了谎，没有试炼，没有火焰与审问。小骑士的魔女妈妈在那里造了一座夏日之城，作为礼物送给他。夏天是爱的季节，是自由与放松的季节，所以来到这里的人们，请你歌唱起舞，请你快乐。故事就到这里。有意思，说的我也想去那片海岛看看了。旅行一事果然不能提前计划，随时出发，身随心动才是上选。你们喜欢就好，桌上有酒，我有故事，所谓缘分就是这样的东西吧。好，为音乐干杯。旅行者一起啊。别担心，不想喝酒的话这里有果汁饮料啊。那我要一杯果汁，去选这个颜色的好了。小哥怎么喝醉了？他喝的不是果汁吗？喝点儿。哎呀，好像不小心摆了混入一点酒精的果汁。不好意思。喂，喝了这么多杯，也该聊聊正事了。你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对吧？这么一说才想起来，我们不是来喝酒的呀。都到这里了，我能感觉到你要说的话题肯定很有趣。竟然将妈妈为自己打造的礼物送给了冒险家朋友。可莉果然是个温柔的孩子。相信你们应该也猜到了，
那封信啊，绝对出自爱丽丝女士之手。果然是这样啊。不仅如此，今天我还在去酒馆的路上遇到了两个人，猜猜是谁？秦团长，或者图书管理员丽莎。一对母女，都长着长长的精灵耳朵，有着令人惊讶的可爱性格。是爱丽丝和可莉。叮咚，猜对了。不老魔女带着小小的骑士一起外出度假，而我正好遇到他们。作为问候，神奇的女士给了我一份礼物。她还说，如果遇到有趣的朋友，就与对方共享这份礼物。所以，现在我把它给你。火星都拔了，不会爆炸的啦。拿着它吧，这样一来，哪怕你我分隔两地，也能像这样对话哦。它叫做嘟嘟通讯仪，能让相隔千里的人们保持联络。不过，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使用次数也有限制，只在近期提供给有缘人。据说发明灵感来源于异世界。不愧是爱丽丝女士，她和可莉让我转告你们，带上这个，与各位伙伴一同前往海岛，哦不，圣土，尽情玩耍吧。至于怎么过去，别担心，假日的策划者自有安排。出城门过桥右转，你就会见到为你带去快乐的东西。听起来你们俩串通一气。怎么会呢？我在你们心里是那种人。旅行者，你可是我的朋友，身为朋友，我当然要送你带来快乐的东西了。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好吧，麦唱的虽然很爱胡说八道，但也是我们重要的朋友呢。正好我也想度假了，嘿嘿。说起来，刚才万叶和星燕也表现得很感兴趣的样子，问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吧。回来了，可惜万叶还在酣睡，他对酒精不太行啊。星燕，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海岛玩？冒险不可以。他这是不想去了？刚刚还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嘛。不可以错过。万叶这家伙，再怎么老成，也是个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的年轻人呀，所以才会一高兴就分不清果汁和酒。既然是这样，就更不该错过海岛之旅了。要知道，这座岛屿可是拥有连吟游诗人都交口称赞的美丽景色。就这么定了，我们怎么过去？听说有人安排了，刚巧这次还有其他朋友一起，我们约了明天早上在城门口集合，等人齐了一起出发。旅行者。哦，对，他们还不认识菲谢尔。是这样的，有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尊贵皇女将携大臣们参加本次旅行。那个派蒙，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以防万一问问。你这么积极的推销旅游，难道是当了红色巡回的托吗？我总觉得那些奔着红色巡回赶去别国，最终却被放了鸽子的人，不就等于是被骗去旅游了吗？啊，我就知道没人信。大家不要担心，明天早晨各位就会见面了。不论是皇女、臣子、会说话的乌鸦，还是异乡剑客、别国乐手，大家都是夏日海岛的贵客，不是吗？啊，说得我好期待呀。我就不了，这几天还有工作。不会吧，卖唱的居然要工作了？我答应一位长着猫耳猫尾的小女士，要为他的酒馆唱歌揽生意，打败竞争对手，
啊，对，就是有六指桥色的这一家。你不是对猫过敏吗？嗯，我可以在屋顶商场。他说，只要能在营业额上占优势，就愿意包我一整个月的酒。这种好事，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所以别在意我，你们几个玩得开心。今年夏天一定会非常有趣吧。今日正是我观测夜空真理与命运一决胜负之日，往昔的耻辱，今年的遗恨，在此一决胜负。小姐，恕我直言，这句在此什么什么似乎不是您的口头禅呢？自然不是，本皇女不过是曾经耳闻城中是征用大陆各地富有智慧与勇气的真言，以彰显今日之尊殊。我看看。啊，还真是别人的口头禅。哇，你们真早。你们来了。后面的几位是容我为大家介绍，此二人乃是来自道西的传奇浪人武士和来自离月的音乐先锋奇彩。你们好啊，我叫星燕，是离月人，喜欢摇滚乐、好天气和令人开心的好事。这位小姐一定就是派蒙说的皇女了吧，看起来就不一般。听说你从异国来，想必是个厉害的人物。还有这位戴帽子的小姐，我听家里人说，最富有智慧的学者通常都会准备一顶尖头帽，你也是这样吗？这个女人眼光不错。星燕，你这双眼睛能够看透物业之迷障，触达真实，正是我需要的人。很好，汝就是我的御用乐师了。他是想说你很不错，眼光很好。我也有同感，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莫娜，是个占星术士。很高兴认识你们。莫娜可厉害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她都能摸清对方来龙去脉。皇女与占星术士，还有能言善道的乌鸦家臣。与各位相比，我实在平平无奇，不足挂齿。在下风云万叶，来自道七，很荣幸认识各位。这位万叶，报上汝的力量与名讳。哦，小姐的意思是，您何处高就，可有什么特长爱好？在下只是一介过客，身无长物。呵呵，我们这位朋友武艺高强，能接下别人招架不住的攻击，更能挥剑如闪电，凡人根本无从想象。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吗？我看看。你好万叶，非常高兴认识你这样厉害的剑术大师。我们一行人在海岛的护卫工作能委托给你吗？幽夜净土的宫廷侍卫长
已然就位。连梅吉斯图斯琴都这么说，看来您实力了得。好的，梅，梅，梅，什么梅？叫我莫娜就好了啦，不要再喊那个奇怪的名字了。说起来，梅吉斯图斯琴，我们问他怎么去圣土了哦。嘿嘿，传说中的大魔女给了我们伟大建议，来吧，大家跟着我。我会跟上的。我会跟上的。我们的交通工具。不知怎么搞的，突然一点都不想去了。好别致的东西，长得是不是有些像锅巴？锅巴？是万民堂那只神奇生物？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虽然刚才是我做的介绍，但我也不觉得这东西能送我们去海岛。哼，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唯有堕入终末，才能抵达新生的幽夜净土。啊，好一道圣才之雷烧灼之门，与本皇女断罪现世的做派万分契合。来吧，偶子，为我开辟征途。打头阵的正是在下，小姐自己是不会动的。进去了，消失了。这当真是前往圣土的断罪之路？安全起见，算一下吧。我，梅吉斯图斯琴，这可是那位爱丽丝大人的造物，请不要这样牺牲自己，跟我们一起走吧。对啊，怎么忘了？好吧。好黑呀，能不能开个灯？为谁呀？不要挤我。慢慢来，我们。是蛇吗？飞起来了！各位注意安全。总算落地了。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好美的地方，有风有海，又很宁静。风中有好闻的气息。这片大海，我心情就好起来了。生命之海，苍之大地。小姐，我们终于抵达了圣土，这里足以令幽夜净土苏生。诸位家臣，这正是本皇女追寻已久的祝圣乐园，就在这里，见证因果终结的降临。红玉漆黑的我，会将诸位带向梦幻的门扉。
太像梦幻的门扉。大法师梅基斯图斯，感谢皇女的恩赐，今日今时在此献上为我幽夜净土之祝福。莫娜，你们这是？别问，加入我。哦，对，感谢皇女带我们来到如此神圣之地。衷心感谢您提出这次旅行，皇女殿下。诸位的欢愉即是我之喜悦。如此真命尊奉之时刻，能令各位聚集在此，我也非常欣慰哦。我现将踏上巡礼，以身躯感受故土的生命之海。毕竟无论怎么说，这里都是我灵魂的归宿。反倒是你，梅基斯图斯情，据说你是诞生自水元素的高贵之人，可灵魂中杂质太多。小姐的意思是，论游泳，梅基斯图斯情或许稍逊一筹。菲谢尔，我忍你很久了，平时陪你装模作样演话剧就算了，可你竟然小看我这个天才。要比游泳，我能让你跪地认输。哦，小姐，小姐燃起斗志了。好耶，比一比，输的是小狗。接受汝的挑衅，区区梅基斯图斯情，定将为其余行懊悔不休。笑话，我从小到大游泳还没输过。来啊，先跑到海边的才是第一名。他俩是认真的吗？跑到海边，那不是在比跑步吗？你现在没有安排对吧？我想在附近巡逻，一起吗？星燕要来吗？大家似乎都有事要做，那我先留守吧。刚好莫娜、菲谢尔他们去游泳了，总得有人布置营地才行。这里放心交给我。你们要去周围走走对吧？正好看看风景，要是有什么好的观景点别忘了告诉我呀。哦，那就拜托你啦。瑰丽的珍宝令人欣喜。
好大的怪东西。一路过来，除了这台用途不明的装置和旁边这顶军帽之外，没有其他可疑之处。但岛上明显有人驻扎过，此外还有一些脚印，很新鲜，应该就是近几日印上去的。不会吧，我完全没发现呢。旅行者，派蒙，最好保持警惕。哎，怎么了？有东西吗？有人来过，而且没走远。这种气味，对方应该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有别人在这里？我总觉得有点吓人。喂，快找找线索！你说帽子上有水元素力？那我们就跟着元素力走吧。下一项工作是，我会跟上的。运动是必要的。似乎接近了，注意安全。像工作室是愚人咒，剑光如我，斩尽无杂。说起来，这里为什么会有愚人咒啊？世上还有没薄荷、甜甜花和愚人咒的地方吗？好吧，也有道理。妈妈丢了，妈妈。你在找东西？妈妈，不可以，不可以丢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妈还我！你在找这顶帽子吗？可可的帽帽，给我，给我！这家伙看起来不太聪明呢。别欺负我，不然。不然我就打你，打不了我。站住，你们要干什么？又一个愚人咒，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们在这座岛上想干什么呀？妈妈，保护好，不然哥哥会生我的气。别老抱着你哥哥那顶帽子了，得把他人找回来。请问他怎么了？没什么，有点生病发烧，难免胡言乱语。我没有义务向你们交代任何事，走开。这里是我们朋友的岛，你们最好小心一点哦。啊，这不是无人岛吗？我们可是来这……不，没什么。好吧，我说了，你们就不能再来烦我。那是我发明的新型能源机，我们只是找了座无人岛做性能测试而已，可以了吗？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抢走这家伙的梦梦。不要，不要拿走梦梦！不许哭！喂，好吧，我答应你们，不会离开这一带，行了吧？对了，你们那台装置怎么冒烟呀？因为这没出息的玩意儿坏了。我可真不想说，但测试很不顺利。我们本来就已经准备撤退了。什么嘛，那你们赶快走吧，不送了哦。喂，走了。是。真是的，出门度个假还遇到这些家伙。愚人众出现在偏僻的海岛，总觉得没那么简单。就算是在度假期间，也请务必保持警惕。另外，为了让女士们带着好心情度假，我有个提议，暂且让这件事留在我们心中吧。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警戒的，也由我和旅行者负责。你们觉得如何？
婉爷真是个体贴的人呀。派蒙过奖了，我只是觉得假日难得，不要被琐事打扰才好。美景当前，但愿各位都能开心。旅行者、派蒙，你们说我和菲谢尔谁才是游泳健将？啊哈哈！尽管道出本皇女的真名，让不自量力的梅基斯图斯卿痛哭流涕吧。你怎么这样？这不是要我来做选择了吗？派蒙独具慧眼，一定能看出真正的赢家是谁。对我效忠的时刻到来喽，派蒙亲。等一等，等一等，在这之前先让派蒙吃点东西吧，我看他出去那么久一定饿了。星爷。嗯，
确实是走了不少路，对吧？你们几个出去玩的时候，我在海边捞了些海鲜，还摘了瓜果，用火烤一烤，非常好吃哦。这么一说，我也有点饿了。嗯，本皇女也。我准备了很多，大家一起吃吧。手艺一般，没法跟我那开餐馆的厨师朋友比，但填饱肚子是绰绰有余。哦，开饭了，开饭了！请星燕亲一起来海岛，绝对是明智之举啊。不说了，我要第一个吃，你们就饿着吧。啊，烧烤的香味，太好吃了。嗯，真不错。今天是星燕负责晚饭，那明天的早饭我来做吧。好耶，我也等着吃。哦，对了，旅行者，有件事你好像忘了，我们到边上说吧。我看你也有些在意愚人众的事，对吧？你记不记得温迪给了我们一个炸弹，用那个能跟他取得联系？啊，不对，不是炸弹，温迪说那个叫嘟嘟通讯仪，找他问问吧，那家伙消息灵通，要是有什么重要的线索，他一定也会知道的。喂，这么快就想到我了？除了你，可没有人能用这种方式联系到我。你怎么在打喷嚏？猫尾酒馆附近很多猫呢，老板给了我过敏药，但没什么用。尽管说吧，想问我什么？你还能再懒一点吗？好吧，温迪，我们在海岛上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这里居然有愚人众。愚人众？他们不是无处不在吗？冰神的部下可是很能干的，出现在哪里都不奇怪。可是出现在这里会影响我们度假呀。但听你的口气，应该没遇到什么麻烦，对吧？也就是说，你们一定已经解决问题了。话是这么说了，但我们觉得不太对劲，才想问问你的。你那里有线索吗？我也没听说任何有关愚人众的新消息。不过别担心，虽然我只是个卖唱的，必要时也可以联系我。就算帮不上什么忙，能陪你们聊聊天，多少能让你们放心吧。哼，这家伙，你们擅长冒险，外出旅行遇到意外的惊喜也不奇怪啊。但千万不要害怕他，可不是所有邂逅都叫危险。风在陆地上，自然也会在海边，白云漂浮的地方，风也随之而至。所以放心吧，风将永远陪伴你们。那就先聊到这里，我要去猫尾酒馆演出了。再见。所以他的意思也是不用太担心愚人众，对吗？既然卖唱的也这么说，那就希望这次旅行平平安安，不要有任何怪事发生。跟朋友一起出远门，玩得开心才最重要。
影如剑。束手不捉吗？剑印染冰。散，去吧。无处可逃，血影如剑。邪魔退去。去吧。收纳完毕，就重新出发吧。
剑光如我，斩尽无杂。风之神，请指引我。血影如剑，剑出。霜寒化天，向工作室剑出，束手扶出吧。
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啊，我错了，我错了，醒了吧，别睡了，出事了。那我先说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岛上真的出事了。然后说好消息，好消息是，似乎跟我们昨天的担心没什么关系，现在面临的是别的问题。哦，那家伙醒了，快看看他。可别吓到他，我猜他跟其他家伙没什么区别，人类嘛，多少都有些脆弱。朋友，你好吗？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如你所见，船说话了。不要逃避了啦！真是可怜的家伙，听见我们说话吓成这样。嘿嘿，不怪他，人类嘛，一般情况下听不到像我们这样的个体开口说话。等等，你们难道一直会说话？啊，当然当然，不然我们怎么跟同类交流？也就是说我们突然能听懂了，好奇怪。也可能是你们突然变聪明了吧，恭喜呀。哟，你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你们回来啦。四处走了走，风景真美，天气也好，这次旅行的确让我身心舒畅。一切都好，除了岛上某些地方稍显怪异。啊，黑暗的眷属已然降临，此皆为我幽夜净土重返人世的预兆，欢愉吧诸位。小姐的意思是她从没见过这种事，也没想到会有这种展开。他不是那个意思吧？哦，僭越了，那就请各位把刚才那句话当成我的感想。昨晚过后，岛上似乎多了一些平日很难见到的奇观。对，鸟在水里游，松鼠在天上飞，天上同时有太阳月亮之类的，有些景色一闪而过，但怎么想都不对劲。我在小岛上听到了奇怪的振翅声，但完全没看到周围有正在飞翔的生物。嗯，还有水流声和花草的香味。这片海岛有很多植物，但那种香味跟它们都不一样。嗯，总觉得是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我试图占卜，可水占盘非常混乱，没法解读。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们不会是被卷入什么麻烦了吧？虽然本皇女决意在此召唤幽夜净土，但如此怪异的景象，是罪罚之徒在阻挠我吗？喂，你说会不会是改造这座岛的人干的好事？可如果是他的话，没必要做这些事吧？老兄，瞧他们的样子，好像被吓得不轻呢。可不是嘛，谁遇到怪事都会大吃一惊。要知道，我可是见过许多水域的老船，试过对许多水手说话，就算如此也没有任何人回应。对对，要不是在这种环境里，谁能想到人类会跟我们搭话呢？这种环境是什么环境？环境，难道说是环境变化影响了我的占卜结果？就算你这么说，但梦本身应该不化为现实吧，更不可能让你突然听懂船和松鼠说，
怎么了？那个。幻觉，不对，如果是幻觉，未免太逼真了。那些一闪而过的东西，就跟我刚才看到的奇怪景象一模一样啊。难道树上真的有幽夜净土？哎，是吗？荒谬，幽夜净土果真如本皇女预测的那般降临了。诸位，这是新的末世录。正是，诸位凭借自己的双眼见证奇迹，是时候了，为创世的瞬间献上礼赞庆贺。啊，欢迎来到幽夜净土。他真的好高兴，我都不忍心打断他。他都不觉得惊讶，到底是冒险家见多识广呢。如果这不是幻觉，我们应该过去调查。我有个办法，只要来点刺激不就知道了？疼的话应该会醒过来吧。嗯，不是一般的有道理，对吧？来，万叶，打我一拳。这还是有些不妥。心燕，不如你打我一拳。可是我打你，你会很痛的吧？哎呀，不要这样，还是交给我们吧。喂，旅行者，让我打一下好不好？姐，你们好幽默。幻觉，原来对人类而言，能听见我们说话是一种幻觉啊。老兄，你应该知道的嘛，据说人长大以后就会忘记很多事，失去许多能力。也是啊，多可惜。要想当年我还在船队工作的时候，哪儿想过今天会被这种事情发出笑声呢？喂，各位女士先生，不想去那些让你们在意的地方看看吗？当然想啊，可是要怎么过去呢？看什么？哎呀，当然是看我了。哦，对，忘了自我介绍，我是这一带最聪明最有灵性的船，称呼的话随你们喜欢。没有名字吗？名字什么的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从到期来。既然这样，就叫你大肉丸怎么样？到期的名字都是什么什么丸，这个刚刚好。大肉丸也好，遇到我可是你们的福气，无论是怎样的风浪我都能轻易穿过，无论是怎样的海水都不配当我的对手，所以上船来，我送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哦，老兄你真好，跟那个把我们扔到这里的风神完全不一样。就是蒙德的风神，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海岛里有几座以前是蒙德的山头，当年风神为了修整地形，把山顶削下来整个扔到海中。我的曾曾曾曾曾曾曾不知道多少辈祖父就是跟着山头一起飞到这里来的。可恶的风神，怎么会有这种事啊？哈哈，从那以后我们家族就世代生活在此咯。幸好还有其他几窝松鼠也被扔了过来，我们就在这里建立王国。好处是没有天敌，整个山头的松果都是我们的，坏处是哪儿也去不了。没想到幽夜净土居然是松鼠帝国。大胆大胆！海蒙，不可胡言乱语，幽夜净土当然是夜鸦的国度了。喂，
那边的道七小兄弟，咱们是老乡呀。道七的男子汉得有出海冒险的勇气才行。你来不来？出海，不就是离开故乡，去往远方吗？是啊，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和一点点绝情。走了未必再能回来，但不出发，就永远困于自己心中。大肉丸兄，你所言甚是。我若是听了这话还不跟你走一趟，就称不上男子汉了。各位，要一起去吗？我想到刚才有异象的岛上去看看。此外，我闻到了船的气味，古老木材，防水清漆，确实是到期的气味。啊，大家觉得呢？奥兹，为我搭好梯板，本皇女要驰骋海上。都去都去，一起长长见识。痛快，那就出发。哎哎，路上小心呐！女士们、先生们，好胆魄！我大肉丸欣赏有勇气的年轻人。来这里多久了？哎呦，不是第一次来，真是有意思。
快到喽，各位收拾好行李，下船注意脚底不要打滑。你们看，那边有个东西。那是……各位，靠近看看。真是想不到，居然能在这里见到你。这是盆景吧？瓷盆非常古朴，就是里面似乎没怎么打理过。这是我家祖传的盆景，传承了许多代。只可惜，到我这一辈时，他去了天岭奉行的库房。几位还不知道，我以前当过盗窃的通缉犯，逃亡了好一阵。这盆盆景，应该就是我走后被官府抄走的。通缉？啊，人们活着，又有谁是真正无忧无虑的呢？所以，它是祖辈留下的古物，对吧？就这么空着，有点可惜了。啊，万叶，我在想，你要不要试着找点东西，把它装满？嗯。虽然我还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可以一试。哇！哈哈，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哎，这么一说，大家都在，只有万叶不见了。你在哪儿？没事，好像没有回应呢。要不我们边走边找他吧。这里的布置让我有一种进入了豪宅的感觉。我想，或许这里不是危险的迷宫，而是某个人的家。有趣，这里的秘密就等着本皇女一探究竟了。这封信看起来是万叶爸爸写的呢，原来他们家几代人都有养盆景的习惯啊。不过我们居然能看到他父亲的笔迹，真稀奇。是万叶在旅行途中写的信，信的内容让人很难过。万叶卿，
送上门的小我试试刀法。听我，邪魔退去，日子一到，只是巧合，去吧，以剑为师，急如赤令，风雪的缩影，对招对不赢，妖邪未除，闲人勿扰，还没结束，接对一刀。血影如剑，剑光如雾，斩尽无杂。血影无用，太好了！接着一刀，凋零于此。一绝受，听我发指，禁止接触，去吧。风，回应我吧！束手扶助吧！太好了，你上去了！往哪儿逃？为了阎王帝君！再这招，可别眨眼！剑出，影随。终于逃了！终于逃了！这里正好，去吧。终于还是到头了，一决胜负，血影如剑。终于还是
身在人间，心向山水，这个家走到那时。一个老人说我们丰源讲，听口气可能是万叶的爷爷。万叶，你听着，父亲，您在刻什么？这是一座这几年为事业忙碌太多，都顾不上陪孙子了。另一个声音应该是万叶青的父亲吧？哦，原来如此，一切都是万叶青的回忆。各位刚才去哪儿了？这里是座迷宫啊，我们都被关在迷宫里头了，只有你不在。我一直在这间房间里，怎么都出不去。不过这里的模样倒是跟我童年所住的卧室十分相似。那这不就是你家吗？为什么会困住你？难道迷宫不想你进去？看来这整座迷宫都是以我家为原型，迷宫里那些声音全是父亲和祖父对我说过的话，说他不让我进去。确实只有我不能参与探索。我倒觉得这些不可思议的建筑应该是某种幻境，听万叶刚才说的，这是以他的经历为原型制造出来的东西。为何只有万叶青遭到排斥？或许这些情况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对我而言，从前的事都已过去，天地万物自有其规律，人是不能走过去的路的。大概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幻境才不让我进入。好像能理解，是非常豁达的想法呢。所想所思必有结果，我不觉得奇怪，大家也不必担心。刚才我们是接触到盆景才进来的，对吧？那再碰一次的话。整座山都变了。等等，各位，我有个猜想，这片幻境的变化似乎跟盆景有关。我听父亲提过，这只瓷盆最初是曾祖父的收藏品，他老人家喜欢盆栽盆景，常在院中亲手打理。后来家中出事，祖父赶往他乡寻找扶持家族的办法，而曾祖父恰在此时染上重病，他知道祖父没有照看盆景的兴趣，临终前将大部分精心制作的盆景都赠与他人，只留了这一盆。这只瓷盆也作为传家宝一直流传到了我这辈，它能出现在这里，甚至成为幻境的入口，一定不是偶然，简直像是在给我机会弥补遗憾。我来自道七，我的家族丰源在过去能算是名门望族，雷电五传一事
令丰源家一落千丈。到我这辈，已算是家道中落。我不想被通缉，就逃离了道期。丰源家人去楼空，这盆盆景，便和家中各色器皿一道被官府收了去。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像祖辈那样，亲手雕刻自己游历过的名山胜景，摆到传家盆景里。啊。既然这盆中的内容能对幻境造成影响，我也想试着做些手工。风格上，是选曾祖父喜欢的植物系盆景，还是选祖父和父亲喜欢的山石系盆景呢？好像还是山石更适合我。做这种盆景需要什么东西吗？我想，应该准备一套工具，和一些加工后能成为装饰品的石头。明白了，我们一起找。碰碰运气吧，既然盆景在这里，与它有关的东西不会离得太远。诚然，万叶青，尽情寻觅吧，本皇女也会率众随同，助你找回失落的秘宝。好，多谢各位。这等器物有助于驱邪除魔，且看踏风纵云的本领。与上次一样，只有万叶青不在。好，这里就交给我们几个了。Thank you.
下一项工作是。我会跟上的。工作室，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上工作室，我会跟上的。好，这样就可以了。晚宴来得正好，你看我这块石头雕得如何？灵巧有趣。这是我从书上看来的山景，别国有许多高耸入云的名山，若有机会真想外出看看。你若想去，随时都能出发。话不能这么说，我是如今的家主，虽说丰源家远不比从前，可该做的事一件都没少啊。但像这样坚持父辈的道路，为一度陨落的家族事业倾尽所有，当真值得吗？父亲，我不明白。晚夜，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家族固然重要，人却也不能拘泥于此。家因人而存在，要是我们自己过得苦闷，又谈何让家人快乐幸福呢？从前的事影响家族甚多，可它不应是让子孙背负的重担。如果有一天你厌倦了无趣的生活，就丢下一切出去走走，切记不要让生活束缚了你。是。上的，久闻大名，今日特来拜会丰源先生，请赐教。能与您这样的军人一较高下，是晚夜的运气。晚夜，迎战。接近在下吧，急如赤令。
束手无策啊！下一项工作是。无意了，阁下。堂堂正正的决斗吧。哼。哀绪，修行。项工作室，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我会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项工作室，会跟上的。会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
相公，嘿。请恕我无法理解。婉夜，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您真的要放弃这一切吗？就算我们过得艰苦，可您还有我在身边啊，我难道不能帮助您吗？您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为爷爷分忧了吧？是我太无能让您失望，还是说……婉夜，你会为这些事自责，正是我作为父亲失败的证明啊。方元家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了太多太多，从你曾祖父那一辈开始直到现在，我们都没能真正走出阴霾。断刀是我们一族的事业，可你记住，家族的事业未必就要是你的全部。受伤的野兽想要走出陷阱，就要忍痛舍弃被钳制的后腿，你觉得这是损失？可不离开陷阱，后果更为致命。已经够了，万爷。我身为一家之主，却没能振兴家族，让你当上贵族少爷。你不埋怨我，我就挺高兴了。几代人的痛苦，就到今天为止吧。从今往后，卸下担子生活，至于舍弃家族产业的恶名，我来背负就好。父亲，请别这样。当不起家的恶名可不能落在您头上，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为您分担。再等等吧，风云家迟早会传到我手中，等那时再由我来处理这些。下一项工作是……喂，敢跟老子过过招吗？没人回答，该不是怕了吧？哼，就凭你们也想来找风云家的麻烦？剑刀痛啊，终于还是到额头了。风云家早已不如从前了。是万叶的声音。不对，虽然样子没什么区别，可他都听不到我们说话。看来这只是个幻影，不是跟我们一起来的那个万叶。
不可为而为之，却也不入绝路。这是父亲的境界。果然又被关在这里了呀。也算是规律使然。我们又进了幻境里的迷宫啊，不过这一次似乎跟上次不太一样呢。人气变淡，摆设也不那么华丽了。本该如此，你们见到的应该是正在没落的风原家。不过幻境里的你像个影子一样，而且跟现在不太一样。没错，本皇女也赞同。与现在的万叶青相比，那道幻影有更多迷茫，背负着沉重的命运。确实能算是背负着沉重的命运，说明如今的我成长了。让各位见到不成熟的我，实在抱歉。离开道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颠沛流离，但不是坏事，我因而沉淀了。如果我也能见到那个从前的我就好了，他见了我定会明白的。人生路远，我仍需远行。跟我想的一样，盆景就是幻境的关键。那我们继续去找假山吧。的权贵之家就是如此吗？支离破碎，而且空无一人，应该是已经走到末尾了吧。走吧。跟上的。少爷，我们是最后的家仆了呀，您当真要遣散大家？那往后谁来？不必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唉，夫人走得早，老爷又离你而去，如今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只剩您一人。老仆这一走，此生应是不会再见了。少爷请多保重。喂，要开船了。再会了。
外向工作室，我会跟上的。风云家终于还是在我手上解散了，但正如父亲所说，不能让生活束缚了我，像这样四处漂泊或许才更适合我。据说神之眼意味着神明的视线。这个我也有，可被神明注视一定就是好事吗？或许吧。自离开家以来，一路造访道七各地，扩长见识。旅途虽贫苦，但以天地为屋宇，万物为师友，也是很有滋味。工作室，演受令，拥有神之眼的人全部老实上交。喂，这边快走。下一项工作室，上的跟上的。不会的人，我很明白人们为什么抗拒演兽令。人不能失去愿望，那是我们心底最纯正的力量。万不得已的时刻，我会离开。
先行，告退。将军大人正在举行御前决斗，严禁闲杂人等靠近。等等，这小子身上有神之眼，抓住他，别让这家伙跑了。先行，告退。下一项工作是，下一项工作是。谁在那里？列阵！列阵！来人呐！以剑为誓，为了阎王帝君，可别眨眼！哼！剑出，影随。先行，高腿。血影如剑。哼！长一拜，想阁下讨教。来人呐！散！闲人勿扰。剑出，宝印换剑。剑光如我，斩尽无杂。先行，告退。听我发指，不敢接近在下吗？风，回应我吧。去吧。居然，邪魔退去。可别眨眼，急如赤令。还需休？我曾问自己，此行路途坎坷，必有颠沛流离之苦，该去吗？去何处？又如何去？送上门的声音，禁止接触呀！风雪的缩影，一绝受破。剑意斩之，束手扶正了。终于白石头了。哼！去吧，剑出，影随。再多个对手也无妨。听我发指。散。还没结束。邪魔退去。血影如剑。
以剑为誓，无用于为了阎王帝君。找我，可别眨眼！哼。你是风源，快上船，我送你走。您为什么要帮我？我可是通缉犯。当然是设伏，是有人付了钱，说要把你安全送出道期。不过别人能帮的实在有限，后面的路还得靠你自己。祖父生前曾去离月观光，父亲则从书中读到蒙德风景。又该去哪里？天色转阴，是要下雨了吧？站住！停止反抗，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这场雨还会停吗？是。不出来！一决胜负！去吧！剑光如我，斩尽无杂。斩！听我拔指，宝印换剑，血影如剑。是我，还是我？休息。谁在那列阵？列阵，把他拿下。风，回应我吧。风雪的缩影。先行，可别眨眼。向阁下讨教。邪魔退去，血影如剑，剑出影随，就剑出，闲人勿扰。在下闲公，散，以剑为誓，霜寒化生。为了阎王帝君，意了，阁下。束手不住啊！可别眨眼，无处可逃。血影如剑，休息。喂，老弟，你没事吧？要不要上来避避难？海盗？哈，没错，就是海盗。你就说要不要来？来得不快也不慢，刚刚好。容我想完了迄今为止的人生。风源家的盆景，你感觉如何？古老的东西，往往都伴随着遗憾。风源亦是如此。但无妨，散也是聚。不在此处，便是在他乡。这片秘境很有趣，像戏剧一样。每一出都比上一出更特别，更震撼人心。占星术士都是见多识广的人，能让你这样说，这片环境也不枉存在了。喂，汝心情如何？小姐的意思是问候万叶静，希望你心情别太低落。回忆这样的经历，不可能高兴的吧？说的也是，感谢各位的关心。幸好这些事对我而言都是过去了。第一眼看见盆景，我就想到了这种可能性。我在等你们，或许这正是我被独自留在终点的理由。那万叶想做的事应该已经完成了吧？嗯，可以这么说。你们见证了过去的我，还与他告别。当你们亲眼看完属于我的一切，他们才真正成为历史。人一生最重要的是与他人的牵绊，
而非对自己的苛责。驻足过去的人不会有未来，所以请你们相信我走到了这里也将继续走下去，将来就请各位多关照了。我常在雨中赶路，难免被雨水迷住眼睛，有许多次几乎看不清前方，终有一日抵达了山巅，自顶峰望去，云在脚下，耳畔唯有清风袅袅。真正的高山，真正的空明澄澈之心，无我，无恨，无念，无怨。踏上旅途吧，我即是清风。再长的路也会有相遇，人生尚未结束，何处不是故乡。不少路都有点困了，大家都辛苦了，今天要不早点休息吧。啊，怎么了？你脸色不太好看。没什么，本皇女感到疲惫，或许是今日舟车劳顿。小姐，您还好吗？奥兹，不要多事。是。我去找找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你们要是累了就先坐一会儿，还有精力的可以来帮我。我来吧。我也可以帮忙。别人都那么积极，我们也去吧。不至于不至于，而且我看皇女殿下有些忧郁，莫娜，你跟她比较熟，不如陪她出去散散心吧。原来你也发现了，我刚想着趁准备食物的时候跟你们提一下这事呢。既然如此，那边就交给我了。好嘞，那我们几个来准备食物。嗯，这些就够了，一会儿烤着吃吧。下回要是走过那些没人的营地，可以找找有没有炖锅，这样还能做菜。真周到呀，明明不是厨师却这么会照顾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不值得你这么夸了。心眼是连死招信号的兄弟们都认可的好伙伴。嗯，我们眼里万叶也是这么可靠的人哦。说得好。嗯，既然如此，我作为可靠的伙伴，刚巧有听你们说的那片不可思议的幻境，根本是依照风原万叶迄今为止的人生创建而成，简直像是我的一场梦。万叶，你是不是一直也想要完成属于你的盆景？是吗？到头来居然是实现了我的愿望吗？既然我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可能？我也同意，只是不知道下一个类似的场所会是跟谁有关的幻境。哎，这么一说，要是我也能有这样的美梦该多好。你居然还想要这样的东西吗？如果我能拥有这样的领域，应该会是跟音乐有关的东西吧。到时候就能一展身手了。不会是要突然演奏吧？很正常吧，任何搞音乐的人来到这片群岛，面对如此美景，不想来点音乐才奇怪。好强健的心智，好乐观的精神，我有点佩服了。啊，对了，旅行者，我想吃山崖边的水果，陪我去摘好吗？今天这些奇怪的房子，幻境一样的盆景，总之就是那堆怪事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告诉温迪？
没有回应，奇怪，他怎么不理我们？难道说温迪又走神了？还是演出期间没把炸弹带在身边？又或者是喝醉了，正在大树底下打盹？好奇怪，要不然明天再联系他吧。旅行者、派蒙，你们在这儿啊？施莫娜，你跟菲西尔聊完了？算是吧，他有点忧郁，我猜可能是跟今天遇到的幻境有关。菲西尔对这次旅行非常积极，但我有种感觉，他似乎并不想见到属于自己的幻境。为什么？他不是应该最向往这些事吗？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会多留意。我是想跟你们说另一件事，刚才我在海边又做了一次占卜，水占盘依然浑浊，但不同的是，隐约能从中感觉到某股力量。我无法看清它的位置，但能感受到它在变化。看不见要怎么感受啊？该怎么给外行解释呢？你就理解成屋里有条裂缝，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有风漏了进来。不仅如此，屋里的温度也一直在下降。哦，这么说的话，我好像明白了。你是想找出那条裂缝在哪里，对吗？可以这么说，我需要先看到那条墙缝，才能决定接下来怎么做。没想到会在景色如此美妙的地方处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还行，如果你能帮上我的忙就更好了。那具体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你小看我们。不，我是刚刚才意识到，虽然你话不多，却总是把事情办得很漂亮，悄悄地为大家做了很多事。你这样的人应该是大家最需要的同伴，只要你在，好像就能放心许多。虽然擅自期待或许会给对方带去压力，但我认为占星术士要有观察力，而发现他人的优点也是一种观察。所以你只是想夸我们？只是陈述事实而已，没在夸你。不肯承认他在夸奖别人。你笑什么？都说了是客观评价，没在夸你，没在夸你。之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观测星象，保持联系，旅行者。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机会都稍纵即逝。